海鲜应该怎么吃？蒸着吃、煮着吃、炒着吃，今天就要换点新花样。我今天是一滴水都不用，一粒盐都不放。杏鲍菇打底，藤椒油调味，这种组合和海鲜一起搭档是什么味道？还有一抹灵魂的香气。鸟贝是什么贝？牛舌又要怎么吃？这边就可以过滤蔬菜汁了。海鲜新搭档，味道大不同。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大螃蟹，这是什么？大虾。这些呢，统称为海鲜。这个海鲜一般怎么吃啊？像虾呢，咱们就用白水煮；螃蟹呢，就用这个屉儿上蒸。当然，这些啊都是海鲜的一般吃法。我就在想，如果给这个海鲜呢配一个新搭档，就是让它的吃法呢更新鲜。就在要。哟，哎呀，吓我一跳！好家伙，这边还有呢，说来就来了。对、啊、行，二位先把食材摆在这儿是吧？对，真挺丰盛的。这样，我觉得呀，先让达人跟大厨呢跟大家呀做个自我介绍。您怎么称呼啊？我姓刘，叫刘强增。你好，刘姐你好。下面呢，给大家呢这个还是有必要，虽然是老朋友、好朋友，但是还得再说两句。我是你们老朋友段恒。段大厨呢最擅长的就是做海鲜了，海鲜，所以今天段大厨一来，刘姐一来，别问，今天咱这主题刚才我都聊了啊，海鲜的新搭档啊，能够吃出更新鲜的味道来。刘姐，今天呢您呢这个率先要制作的话，您打算给大家做个什么菜？我今天是一滴水都不用，一粒盐都不放，用铸铁锅做一个无水蒸海鲜。无水蒸海鲜？对，做出来的海鲜完全是原汁原味。那您猜一下，我今天这么一堆食材里面啊，您猜一下我用到哪几个调味品呢？我觉得怎么放的都还合适啊，主要是这个菇啊跟这鸡蛋，因为海鲜本身就有腥味儿，对，这鸡蛋在就挺腥的啊。我不知道您今天这个是怎么跟他们一块配伍一下。好，那我来揭晓一下啊。哎，今天我用到的是这个杏鲍菇。杏鲍菇，对，还有一抹灵魂的香气。一抹灵魂的香气啊。藤椒油。藤椒，藤椒，用藤椒自己来熬油，和海鲜来搭配。咱们一边坐着一边说着，告诉大家今天这海鲜新搭档怎么在一块儿，一新搭档之后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味道。我先要把杏鲍菇先切一下，然后我给你拿，再把那个鲍鱼开个花。鲍鱼好像我记得是不是一煮自个儿就开花？不，它是打花刀嘛。打花刀，对。因为我做菜呢，就是说比较喜欢随性，因为是家庭厨房嘛，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做出来的是要美味。一会儿是做多少的话，它是什么个比例呀？把这个锅底铺满就可以了。对，杏鲍菇处理好以后，我把这个鲍鱼开个花刀。您在这儿开。好。鲍鱼开花刀的时候呢，稍微刀斜一点。这样开花刀啊？对。可能跟大厨的那个，对，我们是对吧？招打，这壳不要扔，壳放着，待会儿我们上连锅一块蒸。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段大厨为大家展示展示。我打一个、咱们给这个跟着大厨学刀刀啊。再打一个。这鲍鱼我问您，这咱这算新鲜的吗？新鲜的，活着，你看啊，活的硬，邦邦的硬。对，对，它这个呢，就是可以就是打的血口大一点打的薄一点，薄一点。嗯，你打了两刀，我可以打到三刀。三刀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像开片一样。对，蒸出来的它第一它漂亮，第二呢它还容易入味。花开富贵啊！花开富贵，这个直接它是，瞧瞧，行，再打一个，咱们凑八个，对，是吧？八个啊，也可以让斜着斜刀，斜刀打啊，也可以打三刀。对，可以了。刘大姐够了吗？这些可以了，可以了。我现在呢，先要在这个锅里面要倒一点油，要让这个油呢把这个锅整个刷一遍。目的是什么呢？用油是防止它说烧糊、粘底。好，杏鲍菇要下锅。为什么就是您非要选择这杏鲍菇打底呢？那杏鲍菇呢，它在菇类里面啊，这个味没那么重。如果你换了用香菇的话呢，香菇的味道完全会盖住这个海鲜的味道，那就不太合适。然后第二个呢，杏鲍菇的口感呢非常爽脆，非常肥厚，可以说是素鲍鱼，我觉得，对吧？然后呢，它呢营养价值又很高，
又非常健康，基本上铺满锅底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对对对，螃蟹要下锅。这个梭子蟹呢，咱放进去了，您可以给大伙介绍介绍，比如怎么挑选呀？我一般去菜市场买的时候呢，把它翻过来，看它这后面的这个肚子的地方，这肚子的地方如果越饱满，就说明它这个膏啊越重。然后呢，你去掐一下它的这个脚，这个脚如果是很硬的话，就是它的肉质也会很好。哦，我作为胶东大出来的话，我还有一定的这个见解。哎呦呵，它分公蟹和母蟹，也根据季节，对，就是8月15以后的螃蟹越来越肥，慢慢肥，一直到5一左右，那个蟹开始就是慢慢的就是不产子了，没有膏了。对，再主要选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如果在市场不好看的话呢，可以就是拿手机打它这个脚，往墙的话，它会能看到它里边有膏。我们呢就是调亮这个手机的这个，对吧？我们来看一下，看到了。按照段大厨的说法呢，我们就像买玉器一样啊，看到这个有淡淡的红色或者黄色，就说明这黄就在里边呢啊，就能看着，是不是？对。再一个是打开以后，就是掰开一点，看它塞，看它这个塞下面，膏是黄色和红色的，这样一看就能看到了，就是。好。下边咱们就放鲍鱼，对，放鲍鱼。这个海鲜的新搭档，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依旧还是保持了海鲜最鲜美的一面。鸭呢？虾，这虾也不需要什么处理，是吧？虾就把虾须、虾脚剪掉就可以。虾线挑了？虾线没挑。顶背的地方是吧？对，就对。这一二三，第三节。第三节弯曲处。你看它多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一下一个啊。对，海鲜锅把虾背打开的话呢，可能这个虾的口感会比较老，所以今天就用了大厨新教的这个方法，把虾线挑掉，那个是太完美了。锅摆好了，我现在要开始熬这个藤椒油了。对，最重要的一步。对，藤椒油制作呢也很方便，油和新鲜藤椒的比例呢基本上是1:3。尝一下，炸弹。哇！什么？好红！吃到炸弹了！哎呦呵，是。它跟花椒的麻不一样，就是什么，就特别涩的麻。这油热的差不多，然后，哇，我闻闻啊，香味是被激发出来的，哇，恰到好处哈。所以我叫它是一抹灵魂的香气，一抹灵魂的香气。好，沫子撇下去了。这个藤椒油呢，泡的时间越久越好。今天呢，我们因为是刚刚现做的嘛，没有泡制时间，所以说呢，今天用我这个泡过的这个藤椒油。可以，好。现在的话，像这点海鲜的话，我加这么一汤勺的藤椒油够了。这个藤椒油加在里面呢，增加它的香气和去除海鲜里面的腥味。和提鲜，我在里面葱节，对，就直接往上盖就可以了。然后姜片，盖锅盖，最大的火，3分钟，大火3分钟，中火，3分钟，3分钟，小火3分钟，盖子焖3分钟，一共12分钟，对，一共12分钟。其实整体做下来还是很简单的，很简单。今天我们说海鲜新搭档，海鲜先跟藤椒油搭档了一把，还有一个呢就是拿这个杏鲍菇打底哈，因为我们说呢，我们这是无水蒸啊，最大限度内用海鲜自身的水分啊，给它把海鲜的鲜味全部保存。杏鲍菇呢增加了食材的这个丰富性哈，包括营养的这个可参考性来角度来讲，觉得都是一种新的搭配。现在我们在蒸的时候呢，我要来调个汁。好，那我现在来调汁，比大火小一点。现在啊，我们稍微调一点中火。好，因为海鲜呢本身寒气比较重，所以说呢我们加点葱姜蒜去寒。好，还有这个花椒啊、辣椒面啊那些，对吧？
好，用刚才的那个油，油这个3分钟差不多了吧？快干干净，干小伙。我们再把这油加热一下。呵，你看，我还要调一个适料，给它兑起来。哦。啊，这个适料就很简单，白砂糖加个2勺吧，兑点老陈醋。还有3勺。最后我们加一点美极的鲜辣汁。对啊，这个美极鲜辣汁呢，辣椒和花椒制作而成的。这个美极鲜辣汁加进去呢，它又有咸味儿，又有鲜味儿，又有辣味儿，那么能增加这个料汁的这个口感的那个层次感。嗯，啊，我们就加一点。这个咱也关了吧？这个关了。关掉。对。啊，焖3分钟。焖3分钟。对。好。这油热了吧？给我拿远一点。这个油全部要淋到。嗯。好，这时候我们再把鲜辣汁浇进去。对，鲜辣汁浇进去，两个兑一下。哇。好了，我们看看这个差不多了。走。哇，扑鼻的鲜香。对，嗯，好，下面就到了品尝的时候。这样，我先找一个鲍鱼，刘大姐先来一个鲍鱼，各大厨呢也来个鲍鱼，鲍鱼补充点营养啊。先吃一口原汁原味的。先吃一口原汁原味的。我第一口吃进去，就是藤椒油的那个藤椒油的味道，鲜藤椒的感觉，油还没有油，对，没有那么麻，对对对，咬到碗里边，您再给我浇一下，藤椒油无水蒸小海鲜，绝了！绝在哪儿？藤椒油把海鲜的这个腥味去除的一干二净。我们说海鲜新搭档，它首先不抢海鲜的本味儿，同时又能够提升海鲜的这个质感，所以这是很美好的一点。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必须搭配的就寻找一种平衡。我觉得今天刘大姐把海鲜把他们搭档之间的平衡找的这个点特别特别的好。美极鲜味汁在家里做出饭店的味道，现有新品减盐鲜味汁。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中粮，福临门米面回家吃饭指定米面。我今天做的是无水海鲜锅，首先把吸干水分的杏鲍菇切片，鲍鱼开花刀，锅子里面浇少许的食用油，用锅刷刷一遍，杏鲍菇铺在锅底，依次放上螃蟹、小鲍鱼、大虾。接下来我要划重点了，浇1勺藤椒油，盖锅开火蒸，拌一个料汁，分干料和湿料，干料到葱花、蒜末、姜末、花椒、辣椒面、芝麻，烧开的熟油浇到干料上面，湿料用陈醋、白砂糖、鲜辣汁，干料和湿料两个一对，一搅和就可以了。这个是重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海鲜锅啊，在蒸的过程中啊，火候一定要掌握，大火、中火、小火各3分钟。最后关火，盖盖子，焖上3分钟就可以了。咱这七菜的名字叫酸辣牛舌烧鸟背。这牛舌跟这个鸟背搭配起来，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我也是第一次吃。鸟背啊，它往往它产地啊都是在威海，别的地方还真没有。牛舌爽脆。对啊，鸟背也很脆。嗯。第一步呢，我先烧好水哈。好。同时呢，处理一下牛舌。好。那用不了这么多，可以就是改一半。这牛的舌头这么大，对对对，在烫这个牛舌的时候，为什么要烫一下呢？你看它有这个舌苔，就像相当于一层老皮，吃的话它会硬，把这个牛舌放里边。烫完之后，也挺像这个，像一个猪蹄子似的。对对对对，这样可以。你看去牛舌啊，就是从这一手一开，就把这个这样，对对对，你看，这样一层层的把这个皮揪掉，揪掉。你不揪掉的话，它这个皮啊没法吃，烫老了也不行，要试的话呢还有点时间，这样呢我提前试好了一个，试好了一个呢我就告诉大家怎么切，这试好的，牛舌就是可以切8到10厘米吧，竖着切就可以了，薄薄的，一定要切薄一点，切厚了的话呢，它这个会影响口感。这牛舌新鲜。新鲜啊，你看，好薄啊，对，薄薄的。薄一点它好，真棒，对，嫩口，对，
下一步呢，我要是就是要炒一个汁儿，需要配上甜。嗯，切的可以小一点，姜片、大葱，拍几个蒜，半块洋葱，切好了。嗯，炒个美极鲜辣汁儿。美极鲜辣汁儿。热锅凉油，有50克油吧，先把姜放里边。好，先炒一下姜，爆香。对，为什么要炒汁呢？因为牛舌呀，它本身也有点腥味儿，盖着它的腥味儿。对，这样的话呢，我炒个蔬菜汁可以提鲜啊，也可以就是解除它的腥味儿。蒜和西芹一块放里边。说是这个海鲜新搭配哈，其实您看这个。虽然这些最后不一定都上桌，对对对，但是它其实都搭配到里。对对，在炒的过程呢，我还配一点点香菜，啊，提清香味儿。如果家里没有鸡汤的话呢，也可以放那个自来水或矿泉水。但我之前准备了一碗鸡汤。哇！哎，小火煮15分钟就可以了。鸡汤的香味已经出来了。对对对，在煮的过程中呢，我现在就是教给大家做这个鸟背。好啊。鸟背啊，它往往它产地啊都是在胶东，一般呢就是在烟台比较多一些，还有这个威海。而且鸟背就是它长得滑滑的，类似于这个鸟的舌头，所以叫鸟背。对，叫鸟背。它这个清蒸的吃的特别少，敲开了以后白灼，辣炒，大壳的话呢，拿一把夹的硬一点刀子，从这背部，然后给它直接撬开。对，看，新鲜的鸟背它必须要带这个黄颜色，而且它是硬的。我闻到一股氨基酸的鲜味。哎，对，鲜味。样子长得很像虾仁。对对。就那种海鲜的鲜味。海鲜的鲜味出来了。好，咱要片几个。好，轻轻的这样把这个从这个它的根部，一片，不要片开啊，它里边的内脏你看都出来了。把它鳃去掉。对对，它的内脏，这就处理好了。片完了，换一下锅。换锅同时呢，我需要把这个把牛舌处理一下。对，把牛舌处理一下。牛舌放里。焯一下。对对对，焯一下。变色就能捞出来。对对对，因为我后期还要处理一下，去掉血沫。对对对对，好，放到这里边呢，下步需要就是再倒一点热水，进一步的给它烫。对对对，再倒出来，沥水过干。对对对对，来到这里。实际上一个是给它投得更干净，是吧？对对对，可以再换一个锅，我要把这个腌一下。还腌一下，对对，入味。都有哪些原料呢？首先放一点点蚝油提鲜了，放一点点糖，再放一点点胡椒粉，蔬菜汁啊，比较就是味儿比较淡一些，清淡啊，清淡一些。这个牛舌呢，它喜欢味儿重一些，这边就可以过滤蔬菜汁了。这个蔬菜不是全部下锅的，不是全部下锅，更多的话就是直接，下步还需要调汁儿，一点点蚝油。蚝油，蚝油。咱们再放上一点什么？美极的鲜辣汁儿，一定要放。大约做这个菜的话呢，一份的量的话呢，又需要80克。在家的呢，蘸料的话都可以再用。我再放一点点这个酱油。好。现在呢，需要就是把鸟背。这样的话呢，就是拌在一起，直接是倒到里边就可以了，一烫就可以了。对对，你看它已经对对对卷起来了就可以。哇，好高级呀！放一点藤椒油，嘿，你想想，那咱们还要干什么呀？这都熟了。最后我要是调调色嘛。双椒，青红小辣椒，对，完全是一个饭店的做法啊。对。而且其实在家里挺简单的，出锅，出锅，哟，哇，一过油，第一道菜完了啊，我还要赠送一个，胶东的特色菜，叫炝拌鸟背，行，倒一点开水，水往往就是在烧到就是90度左右就开始可以放鸟背了，稍微的叫它一开锅啊，捞出来就可以，好，这样控一下水，换一下锅。换锅的目的呢，一会儿我要冲下油，烧上油，同时呢，我要把鸟背放在这里边，
我里边放点大葱，嗯，放一点香菜，嗯，放一点的盐。好，用美极的鸡精，稍微再放一点点糖。非常棒，嗯，辣椒油，油温一定要烧到就是冒烟，嗯，啊，油温高一点。好，浇。还需要放一点点香油，好，也需要放一点美极的这个鲜辣汁，嗯啊，好，好，搅拌一下，对，搅拌一下，哇，香味出来了，对，嗯，嗯，来，好嘞，可以，好菜配上好饭呢，来点咱们这个福临门的大米饭啊，您尝尝，嗯，香极了，是不是？哎，来，我给这个。二位呢，家咱们是凉热搭配，好，有这个，再来点这个牛舌，啊，大厨，好嘞，好嘞，啊，来，还有这个，好，来，谢谢，再吃上一点凉拌的，凉拌，好，尝一尝，可以，牛舌它不老吧？嗯，牛舌爽脆，爽脆啊，对。对啊，鸟背也很脆，嗯，凉拌的鸟背特别好吃，对，切的时候这个牛舌一定要薄薄的，薄薄的才能体现出来，就给感觉给那个肥牛的感觉是一样的，对。既然呢，咱们说海鲜新搭配，您就说说，比如说这道菜搭配了牛舌之后，感觉都如何？首先啊，我说一下这个牛舌跟这个鸟背海鲜搭配起来。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我也是第一次吃，对，而且跟这么特殊的一个牛舌搭配在一起，那这个牛舌呢，它那个里面等于是吸饱了这个高汤的汁水，对吧？还有各种蔬菜的那个香气，嗯，刘姐忘了一句话，关键是咱调料好，对，美极鲜辣汁儿，它的味道就是融入了牛舌和鸟背里边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比如说你用干辣椒或者用小米辣炒出来的辣味都取代不了，对对对。美极鲜味汁在家里做出饭店的味道，现有新品减盐鲜味汁。今天做的是酸辣牛舌烧鸟背，首先将新鲜的牛舌放入烧开的水里边烫两分左右，洗净切片备用。锅里边放油，葱姜蒜切碎炒香，鸡汤倒到里边熬15分钟左右，用刀在鸟背的尾部轻轻的别开，取出鸟背，从鸟背的尾部片开，把它的内脏去掉。锅内烧水，牛舌放入锅内汆一遍水，紧接捞出，放入碗里，倒入开水，轻轻一烫，把清水倒出来，控干水以后放入澄清，放入蚝油、胡椒粉、白糖，煮好的蔬菜汁倒入锅内。接下来我要划重点，把这个蔬菜汁过滤出来，使汤汁更清澈。依次放入蚝油、白糖、盐、鲜辣汁、酱油，把处理好的牛舌和处理好的鸟背同时放在锅里烧开，装盘，把青红椒用油一煸倒在里边。第二道菜开锅以后，把鸟背轻轻一烫，捞出控水，蒸汽里放入切好的大葱、香菜、干辣椒、盐、白糖、酱油、鲜辣汁，锅内烧油，浇在鸟背上，放入香油，搅拌均匀，装盘即可。我们说海鲜新搭档啊，调出这个新鲜味来。今天我们新搭档也找着了，藤椒油椒汁儿啊，做出了这个蒸海鲜，还是我们段大厨做这个鲜味的牛舌烧鸟背，都刷新了我们海鲜新搭档。我希望大家呢，也给我们提供一些好的素材，我们回家吃饭，一定欢迎您也来，对吧？也希望呢，大家有机会多跟刘大姐呀，还有段大厨这样的高手过招啊，一块来切磋。下回咱们接着聊。财经频道。看见价值。